杰伦近日在香港展开地表最强巡回演唱会，杰伦的现场魅力毋庸置疑，肯定是让粉丝们陷入疯狂。在后台，杰伦更是展现最强亲和力，和一粉丝，而这位粉丝随后将自己和偶像的合照 po 到网上和大家分享。不过，照片里的杰伦被 P 到完全走样，这眼睛似乎大了些，鼻子还挺了点，肤色还被微调过，这完全把杰伦 P 得跟雕像一样啊！让不少铁粉崩溃直呼，谁 P 的？出来保证我不打你，把我轮都 P 到变形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